好，大家好，我是庞博。大家好，我是高同学。很开心跟我们的领校员一起拍了一段视频。我们这儿有一些快问快答啊，然后我来提问，然后你就答，一分钟之内必须答完十个题才能算成功。嗯，准备好了哈？准备好。那就开始啊，好吧。第一题，如果你有一个好消息，第一时间会想分享给谁？我自己。啊。第二个，你这个所有作品中，截止到目前为止，哪个是最满意、最自豪的？600万合影。第三个，如果邀请一位脱口秀演员加入你的研发团队，你会选谁？智胜老师，因为他会电焊。智胜老师，因为他会电焊。第五题是最喜欢使用的表情包是什么？给大家呈现模仿。好，如果让你今天选一个脱口秀演员跟你一起去游乐园，你会选谁？广智啊，因为他排队老被插队，我排队也老被插队。你俩，我你俩可以互相，然后这样就前进了嘛。但是我觉得，当我看到他被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的时候，我肯定会冲出来，就是斥责那个插队的人。我说不要插队，就是因为我看到比我自己更内向的人的时候，我就会有这种冲动。哦，保护他。嗯，没有错，没有错。不是插队没有错啊，是广智没有错。行，那除了你现在这份 UP 主的工作之外，你最想做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在家打游戏。这也算工作吗？啊，这肯定。最后一题啊，如果有一天你中了一个大奖，中这个奖是全国任意去哪里都可以游玩，可以随意选择，你会选择去哪里？黑龙江。好，成功了吗？挑战成功了。哎，太高兴了，这谁想得到呀。好啊，今天的快问快答就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孟川。大家好，我是毛豆。我们玩一个错位版的快问快答游戏。快答。就是那么快。这是。京剧出自哪位选手？梁海源。昨天没睡好，今天早点休息，明天不能这样了。该京剧出自脱口秀大会哪一季？我是把快乐带给了人间，但是你把钱带回了家呀。听这个口气，应该是护栏。我是把欢乐带给了人间，但是你把钱带回了家呀。托四，这句话是托四吧？图片中的选手是谁？闫怡。闫月。我是谁？闫月。圣佛的口袋那么大，但他们还是选择了问我你带纸。圣佛太帅了。但是他们还是要来问我你带纸了吗？该经济出自于哪一场比赛？还研究什么新能源呀？这不就是永动机吗？这是第一童梦楠的第一场突围赛第一场比赛啊。有时候我看着波罗我就琢磨，我说咱们国家还研究什么新能源啊？这不就是永动机吗？好，快问快答结束。快问快答结束。